妈妈去哪里了？啊？妈妈有在办公室吗？妈妈。嗯？妈妈没有。好吧，那我第一名了。嘿，笑。你拿好多东西哦。耶，我第一名了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？等我，等等我。又是第一名。还没呢。有。等等我。放一个臭袜子。这是你的臭袜子啊。对呀。哦。哎。耶，我进来的，我第一名呢。拖鞋子。耶。积木。你有没有跟我说买要新买一盒？忘记了。阿斋，可见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。耶。Lego。就那天去那个那间玩的那种积木，小孩用的。啊，无你遐先甲冰起来，明仔载再用炒一寡物件炒炒的。你买的遐啊？